嘿、hey, ，大家好，我姆兹，这是一张操控二代人物，有着五官的大型战役地图。这张图我在2021年的 V5 版本有介绍过，三年后是 V7.3 版了，在 Steam 上也迅速灌到了五星3万多次好评了。今天来回顾一下大概差别在哪，也回顾当年色色的自己。首先，我觉得现在的版本挺成熟了，跟 V5 版相比，关卡少了一关，取而代之的是作者对路线辛苦的整合优化，这部分完全可以想象有多耗脑力。我自己之前在玩多种不同旧版真诚时，我主要最大的看法有三个：图大路长，事件难度高，模组跟狭窄的路多。前两点基本上就已经设立了一些游玩门槛了，三点合起来对玩多特来讲实在也不算是舒服的游戏体验。我在直播也常说，真诚同一个版本很难会想再玩第二次。那现在的 V7.3 版本，我认为对这三点都有一定程度的优化跟修正了。第一点，图大路长，之前每关除了线性长度的路线之外，地图沿途广阔，非必要的空间跟去处太多了。我认为现在他把路线整合优化后，就让玩家在游玩前进路线上更直觉了不少，也就是更贴近这游戏的战役的调性，而不是变成像沙盒世界游戏城镇模拟器这样。接着二三点，我认为路线优化也解决了不少这两个问题。一些关卡跟路线合并之后，同时也减去了不少比较难的事件，也可能他是为了效能表现而去做删减优化的。比如 V5 版本第五关最后的广场，原本是需要先防守，接着在暴雨打雷，然后在暴走中冲刺到安全室。这段还是在一个已经超过15分钟游玩时间以上超长关卡的末段了。 B7.3 版本把这个广场合并移到第一关的后半段，并且没有了暴走冲刺的事件。接着随着它路径的改变，许多要穿越一些小模组、房子等区域的战斗场地问题也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现在版本大多数时候战斗场地都是舒服开阔的。当然像第四关夜晚的征程，它是以城镇还原为主题，穿越跟有一些巷弄战，我觉得还是挺切题的啦。重点就是现在版本模组大小、战斗场地很影响这个游玩体验的占比，已经少了很多了。救援也是不断的变化 ，V7.3 版本就是很基本的防守了。我觉得整张图把路线整合成这样，然后图的物资武器算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出怪点也更优秀，想必是经过了费心力的测试了。总之，我认为现在的版本更亲民，也更适合玩多特了一些。就变成是说，关卡的长度就是你玩多特的主要考验。多特难度的高点也是落在第四关尾段的冲刺。以现实高还原为主的图，而且它做了这么多物件，我想线性长度应该是很难取舍啦。但是这么大的城镇，如果路线多一点非线性设计，减少一些物件，然后拆成两张图，玩起来可能会更好一些吧。最后关于闪退这种大体积多物件的图，视讯选项照它建议的调整。不玩的时候记得养成取消订阅的习惯。若是你开着图，有时就会有影响，那就一样，四颗星留给喜好好折凳跟电动懒的你。Let's move。录一下好了，录一下好了。Yes,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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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Alright, you guys ready? Thanks. 哎，哦，连开头都不太一样了，这连开头不太一样了。宅房，看，就是他们都一定要放这些东西进来。那你好折凳，这好像之前就有啊，好像之前就有。好折凳啊，好美。Ready for this？ 这个铁门还是蛮有那个味道的，蛮有台湾味的。塑嘎烂，塑嘎烂的图，没错，塑嘎烂的图。嗯，哦，他安全室会锁起来，安全室会锁起来。我想说怎么开不了。哎、欸，现在几特啊？十哦，十二怎么样？折凳奥妙之术，没错啊，藏于民居之中，随手可得啊。好折凳。
好泽顿替换什么？哇，看不出来。但是我在想应该是警棍那种，这个敲击声应该是什么钝器。啊，你有 bug 点。太瞎了吧，这泽顿的推的动作有够难看的、啊、开头就一个 bug。好责任，这个可是他的挥击速度又很慢，他的挥击速度很慢。Reload， 好像精致了一点，就是店面的部分。看，妈，泽顿很挡视线。那你考吧，有点想换考吧。那是为了综艺效果啊，我们还是选好泽顿。对啊，好笑是好笑、啊、我们直到拿到下一把好笑的东西我们再换。枪毁！哎呦！干双加起！抓爽没？真的算好像跟我之前玩的第一关就路线就不太一样了，高跳差点被高扑。差蛮多的吧，跟以前前几版的路整个不一样。之前是走，我记得是走那种村庄外围的感觉。第一关不一样。Ready？这里好像有一样。Why yes? Can't, 没办法隔空打药。对啊，整个不一样了啦，整个都他从其他路线穿出来了。Cover me, I'm going to patch myself up. Lighten it up. Oh yeah, that's not bad.
被你卡住了。吃我好折凳。哦，他的推推的动作有够瞎的、啊，是那个往上垂下来，很难看得懂。第一关真的是有变哦。两元起。但这是台湾的十元商店吧？大创是不是？哎，这里之前不是第一关吧？这里之前是其他关的一个事件吧？对不对？对啊，这里之前是蛮后面关的事件，变很多呢。对啊，之前这边有一个事件，之前要去中间按嘛，按完退回来守嘛。哎，靠北。很大。我觉得他的图形都变大了，有没有？他图没有像以前一样窄路那么多了。这算是好的那个啦，算是好的改良啦。我要跑到出侧杆。这是之前有一版本的其中中间一关啊，差蛮多的。那我的药他捡了。Shocking me for? Happens. How you want? Defib unit here. Clear, clear, clear. 然后之前这边是要冲哎，之前那边守完是要冲下去吧。算不错。
down！ 这段到处都在出啊，不错。我觉得他这版比较好，这版确实比较好。这版比较适合正常游玩，你知道吗？之前太窄了，之前那些模组做太窄了。当然，这个作者又把话听进去啊，又把话听进去。现在这个才叫正常游玩的那种大小，之前就是看模组而已。他還被空拉。Let me say, look, I don't do this on time. Reloading. 不用冲了。好折凳。这是之前救援的地方啊，他把它变成第一关，救援该不会要回来这吧？这是之前的救援，他把它接到救援来。之前这边的救援我记得是也还 OK 啦，就是还蛮酷的，他有麦格哎。Reloading. 到了，看，改超大的，我天啊！改超大。你一见有雷子。Oh shit! Watch out! 哎呦，这材质可以喷哦。Alright, you guys ready? 啊，你有点想换麦，有换其他近战了。真的很 K 哎、欸，这个好折凳。这关好像就没什么变，跟之前的一样。哇，亡人斧换一下好不好？换个人斧呗。折凳。纳尼？这是真的吧？这个是真的设计吧？我说现实中有的吧。Holy shit, that thing's riding him!靠北安全室不就有雷射？ Pistol. Quit being a baby. You felt worse after a night of drinking.之前我怎么记得是要走楼上，走顶楼？
他的出怪点真的不错，到处到处都有。你看他在这边留这个出怪点，让暴走可以跑得很近，从很近的地方出生啊。Reloading. They're behind us. No. Reload. Jockey. Shoot the whip. Shoot the whip. Shoot the whip.又是这个蛮辣的表，辣表啊！你看，你看他这些出怪点，他把一些玩家那个挡住玩家路的那些地方，外面都是出怪点，蛮不错的。让僵尸可以升得很近。这就一样了。看衣服好卡。I don't think so. Ready for this? Go on, I'll keep up.Ready? Over there. Hit. 开刀。这里是安全点的概念。你现在都不用，他都把上面的路给取消了。他把一些以前从楼上要走的路，他都把它取消了。路线改成怎么讲？简单一点，简单点，都是大路啊。他都把那个很窄的路都取消掉了，现在都是剩这种很大的路。但是难度骤降，难度真的骤降。路太大，变成全部都是平地。也没什么事件。这边之前是有一个防守事件。这边有个防守事件。臭脚克星。
还是一样。啊，离无敌点，这里已经算是无敌点位了吧？这个高度啊，刚好僵尸踩住的高度。哇，还有 bug。这版怎么讲？这版比较平易近人一点，我觉得，但是完成度蛮低的。太平易近人了。魔丸。真的是，请主动清上。这个没有搭配一些事件的话，有点难受伤哎，有点没有。就搭配一些特殊事件的话，因为这种地形，只有他的那个出怪点做的比较好啊。就是像他僵尸，还有留很多这些出僵尸的位置是不错。但是其他都是在这种绝佳攻击视野啊。如果认真慢慢打的话，难度降很多、啊，难度降很多。不像以前前几版，我记得是有点刁钻嘛，有点刁钻。Come on, this way. No. Behind us, check behind. Spit her around. Jockey. Killed it. Charger. Catch up. Go. Got it. I'm reloading. We got a hunter. Got a hunter. Hunter.If I go, you guys are gonna miss me. Roger! Reloading! Smoker! I call me! What? I need somebody's help. 太慢，所以。Reloading! This way!这关我记得上一座这关很煎熬啊，这关超长，然后这边有一个事件很难。前面有一个转角有个小路有没有？我记得之前这边很难。
靠背！我以为我丢很远。这边差太多了吧？这边有个事件吧？这边有一个要冲还是……哎靠呗！有个要冲还是要干嘛的事件吧？然后我记得还会出坦克哎、欸，差太多了吧？他怎么都把那些拔掉了？之前这边是有事件的、啊。Sorry, no. 拔很多哎、欸。Charger. Come on now, keep it up, keep it up. Reloading. Adrenaline shot here.Everyone, grab some incendiary ammo. Ha! 采光。Reload. Charger. Everybody ready? Break time.Boomer! That was mine. Boomer! Ready? Reloading! Hey, cut! Oh, man.他应该把 Witch 换成中国大妈，我觉得整张图比较加分一点。换成这种日本 anime 的这种妹子，那个真诚味道都跑了、太不搭了。换点中国大妈模组呗。Watch out for a second. I have to heal. Yeah. Oh, bark no bite. 接版本。难度真的骤降，爆降。All right, you guys ready? Wait up.一堆电击器。Yeah, no. 那僵尸好多。靠背。垃圾桶，绊脚垃圾桶。纳尼垃圾堆。这里是什么危险的地方？这里哑巴哑巴的。I'm gonna give that witch some. Sure, here we go. Go on, I'll keep up. 哈哈，靠呗！居然哦。靠北难得我们的 IU 这么幽默，讲了一个蛮幽默的、啊。
Yeah. Whoa, incoming! Reload. 东东向，东东向啥鸟啊 ？Reloading。这边有点，这边才是以前版本的第一关吧，对不对？以前版本第一关街道接出来。Ready for this? Look, 真的是变很大一个肠粉。Reload. Look at that. 哦，上面掉下来了。Jackie. Incoming. Reloading. Charger. We got a charger. 那个电动受感染呢？是下一关吗？那个女仆店。东苏格兰在哪里 ？Reloading. Hey, I'm reload. Spit up, burning shit coming. Let's get out of the goo. 哎，靠边。Just bitter, bitter. Got him. Charger, charger. 对啊，这是以前的第一关。左边会有把斧头吧 ？Nicholas, reloading. Time to kick some ass.对啊，只是。换了换位置。出怪点是改的蛮好的，唯一优点。好险是僵尸打到他，是吧 ？Smoker, Charger, I'm down. 哎，哇，他射死了 ！Thanks. Damn, Thanks. 太小啊！
狂森，越坏越好，坏女人吃得开，坏男人招人爱，好无聊。大陆人就是想对联特别强。砸什么东西啊？还是一样。我一个，他那台车高飞，高飞，那台车竟然可以被砸。那台车竟然被白车，白车通常是不会动的、啊。Gentlemen, I need some help. Can you use some help here? Oh, thanks for that. Thanks. 白车竟然偷改啊！干太阴了吧！太阴了吧！我的天哪、啊！太阴绝命哎、欸！Son of a bee sting, this hurts.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嘿 ，Thanks. Ain't nothing. We straight.平安倒在出入平安旁边，会不会有点？会不会有点太讽刺 ？Okay, this seriously hurts. Hello, something. Thanks. Small bear. 倒在出入旁边，出入平安旁边呢、啊？这边也是还是一样。
y'all. I need some help.哇，这是第一版本的事件。以前真诚第一版的时候，真诚第一版的时候，他的第一关是长这样。最早版本，那时候测试的时候，他这边都还没做好，这边炸了都不能走。大概也两三年了吧，三年前吧。他那时候事件都还没做好。Hey, got it. Thanks. I think I really have some. Hey, I'm reload. Jackie. You're gonna have to do better than that. Thanks. All right. Oh, thanks for that. Good.哦，我需要弹药。I'm too young to feel this old. 子弹都快打光了。Move, man! I'm gonna stop, guys. I have to heal. Oh yeah,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Taking care of.I ain't climbing when I save it. Reload. 真会拉。She can have this. Hey, don't shoot the car. Keep that unit here. 安安娜，每次看你直播，隔天都开店。开店是早班，多早？十点。How bad is it? 好难啊！没装近战掉落。Charger. Reloading. Thanks. 死掉，现在近战不会掉。Reloading. Yes. Yep. 那可能出，可能那个工作坊那个也没用。Why yes? I'm grabbing a Molotov. Charger. I don't mean to be cursing myself, but I think I'm gonna die. 早要死是不是？哎，看这关也是很长的。Weapons over here. Hey, we All right, weapons. Weapons over here. Excuse me. Boomer. 我记得之前要开一个小区的门，不是吗？那个小区门啊。Yeah.
Get ready! Nicholas! Fire coming! Charger! We got a hunter! All right, thanks. Heads up! Spin up! Here it is! Reload! Jackie! Jackie! So much fun. I'm reloading!现在你看他四件全部简化，真的是变平民版，真的是平民版，平到不能再平。飞机场现在真的是平到不能再平欸，现在真的是平鲁到了一个极致。事件把它改了一次，事件还要找钥匙，找钥匙撞进来。爽没？有个空气墙是像楼梯一样的，他帮出怪点真的是做很好。他那边有一个像楼梯一样的空气墙，就是专门做给特感走的。他这边有一个桥，一个空气桥，这方面是蛮用心的。这方面真的是挺用心的。Charger! Charger! Hunter! Smoker! I don't mean to be cursing myself. Got a hunter! Reloading! I gotta heal. Grabbing some frag rounds.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Hey, Nick! Thanks, Nick. You all right? Hold on.
IOU. Hey, look out!感就是很长啊！现在这一版的真诚就是长，出怪点不错，然后很长。前面没出了。Reloading. You can have this. Nice. Get coming. Hunter. And the hell shot me. Oh, thanks for that. Hunter.看这个法庭后面是不是做黑的？是这间吗？是这间吗？哎，不，哎，葱，我的大葱啊！大葱怎么会在理法厅里呢？越来越。哎，你 guys ready? Over there. Move back. Incoming. Laser sights right here. 这里没警报的吗？靠北，我靠北，后面还是其他几啊？那边有物资不是吗？很长啦，就是很长啦，但是这个现在真的是平民，平到不能再平啦。我看这关特感杀100多只哎，唯一他这个事件没改啊，唯一他这个事件没改。Thanks。但没弹药哦。Thanks, I owe you one。他每一关都超爆长，每一关都超爆长。但是还好，就是还好，他起码还有留一个算是蛮有挑战性的事件，不然真的是玩个屌，不然真的是爽图一张啊，纯爽图啊！而且刚那把没有打得很好。最后那几段路有点失准，而且我发现这张图是不是没有胆汁啊？好像没胆汁。Reloading. 这版好像没有胆汁。干嘛，屁屁？干嘛了？哎，靠呗。For a second, I have to heal. This shit'll help. Oh yeah,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Reload. 哎，我还到底有没有弹药啊？真的会没子弹？Boomer!
D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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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tter! That one's mine! What's that? Spit! Damn, Spitter got me! Thanks.干不是要在这里暴走啦，干你往前一点啊，不然那口水喷进来就灭了。Adrenaline shot here. Adrenaline shot here. 两根针哎。That hit the spot. Reloading. Look here. Fire spit coming. I'm getting hit by burning goose shit.这把就不拿电动手嘎蓝的了，还要换，后面还要换。Reload. Got it. Dead. Great shot. Looky, looky.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无聊 Beyond 海阔天空。原谅我这样散发黑风中，我只要为朋友压低了地头。干嘛？干嘛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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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way. It's on.说好的弹药嘞？说好的弹药嘞？没子弹了。电动手橄榄就算了吧。You guys ready? Yeah, ready? What? Ready?
Grab an incendiary ammo. 看，想去拿子弹啊 ？Leave that witch alone. Reloading. 太多了，进不去啊！没子弹啦！啊，我要先放燃烧弹。Everyone, grab some smoker. Jackie, charger. Yes. Go on, Alpha. Hold up, human. Hey, y'all. I need some help. Yeah.Oh yeah. Bill's here. Yeah. I got some ammo right here. 哦，终于有子弹了。I got spitter shit on me. Let's get out of the goo. Thanks. Ready? Boy, no way. All right, I'm with. 这关不想再重来了啦，太久了，超久。Here you go. Got this just for you. Thanks. I owe you one. Everybody ready? So 可以 QK 一下，这是掰咖人的权利啊！哎，高飞，你把坦克移到我这里来。冲杀屌啦！哎 ，bug 点，那个东西是 bug 点。省一点好了。Oh yeah. Whoa, check this. Come on, let's move. Hunter. That's it. We got Stay focused. Oh please. Oh, I'm going with the right. Right here. Hey, look out! Almost there. I owe you one. Don't shoot that car. Fire one out. Boom of pile here. Oh, 有胆汁哎！这刚没找到啊。打得不是很好，怎么会这样？Yeah, I'm feeling right.
to do better. Reload. Kill me. 鸡掰呀！ Reloading. 瞎毁啦！不要再 TK 啦，没包啦，还有一段路啊，先不要 TK 啊。 射点僵尸，找一下手感，等一下需要。 Reloading. A little pick me up. Take it, just take it. Behind us. Oh, you. Right, all right. Not bad. Go, go, go. Look at this. Hey, 怎么不按呢？可以关吗？ 好赔哦！别闹了好不好？别闹了啦！哈哈哈哈哈！要闹了好不好？ 鸡掰嘞！哈哈哈，这奇怪。不要闹了！看这歌声传千里呀！ Everyone ready for this shit?
哎干！Healing. What are you doing? Just run! Just run! Lead on, man. Ooh, all better now. You felt worse after a night. Ammo's here. Hurry up. I got some ammo right here. Awesome ass! Molotov! Go. Hold up. Gonna heal. Look. Hold up. Let's go. Let's go, all right? That worked. Yeah. Reloading. Adrenaline shot here. Molotov's over here. Ready for this? Molotov! Run! Gotta keep him tight. Look. All right, you guys ready? Bill's here. This way. Oh, it's on now.没丢到，还敢伸呐、啊、！Oh hell yes！ 看起来一格好像很容易有版权。I should have learned to drive a tank or some shit. Here you go. 不知道救援该怎样。看起来这边好像是没什么差别。Ready? There's a first aid kit here. Quit fussing and let me hear you.看他就是要给大家一个爽图，是不是？每关都要有雷射，雷射是标配。果然咱们祖国是很强大的，武器配个雷射是标配、啊。强大的祖国。干他空气墙！还是要冲吗？看起来是要冲哦。看这些物资，看这些物资的情况，就是要冲啊。Cover me, I'm going to patch myself up. Thanks. No. Ready for this? Grab it. Ain't gonna happen. Run! Everybody grab some city. 他防守还是要冲？还是先守再冲？Clear. 嗯，我是不是都把它丢到水里了？哈哈，靠！没有，我好像都把它丢到水里了。Alright, you guys ready? Just run. Hold up, y'all. 手再冲，先手再冲。Clear. Just run. Weapons over here. Go. Grabbing the big gun. 啊，那个对讲机嘞？All right, let's go. Go. What? What? Move on. Okay, no. Come on. Anyone come on, out there? Move. I could use some help. Coming.
Would you mind not shooting me, please? I'm on my way. Don't move. Oh, thanks for that. Hey. Birthday, kid here. Oh, thanks for that. Thanks. Thanks. Birthday. Hey. Thanks. If you don't mind, I'm gonna take this birthday kid here. Coach. Reloading. Coach. Ready for this? Let's back up. Move on. Let's move.手在冲，旧版好像差不多。都是要冲啊！守完两波以后，啊，救援真的是，也是守跟冲，好像一直在变来变去。我记得以前有直接冲的。哎，靠呗，没推到。
冲了欸，现在就是纯防守欸。纯防守欸，纯防守，完全不用冲欸。一开始的救援很难，那反而要是要开货车，对，我记得以前就是冲来冲去的、啊，以前有冲啊，然后手也有，然后我记得也有手一下下，然后有手一下下吗？还是要往前？对，就是开货车还是要坦克炸开路。